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回到233网校，我是你们的谢老师。来，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新的单元的学习吧。来，看到图片上面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她睡在自己的床上，可是啊，怎么都睡不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啊，她要去远足，去郊外去旅行。远足就是到远方，到离自己所住的城市比较远的地方去郊游或者去旅行，所以他翻过来覆过去怎么都睡不着，心情特别的激动，一直在脑海里想象他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模样的，所以啊，他就写下了这一首非常有意思的诗歌。来，我们一起先来读读课题。明天要远足。再读一次。明天要远足，要远行，去什么地方呀？来，赶快来看一看这位小女孩的心声吧。明天要远足，翻过来，唉，睡不着。那地方的海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翻过去，唉，睡不着。那地方的云真的像同学说的那么洁白柔软吗？翻过来，翻过去，唉，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这个小女孩睡在床上一直在想，明天要远足的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模样的呀？有蓝天，有白云，有大海，有沙滩，还有漂亮的椰子树呢。她要去的这个地方呀，是不是像老师说的，大海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五颜六色的？是不是像同学们说的那个样子啊，那里的云是洁白柔软的呢？他就一直在脑海中想象明天要去的这个地方，怎么都睡不着。特别充满了童趣的一种啊，一个诗歌的风格呀。那么你也可以联系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生活，想到明天要去郊游，明天要去春游了，你是不是晚上兴奋到睡不着，第二天早早就爬起来了呢？那也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明天要出去玩了，不上学要出去玩了，特别的激动和兴奋，怎么都睡不着。来，带上这样的心情和老师一起再来读一读。明天要远足，翻过来，唉，睡不着。那地方的海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翻过去，唉，睡不着。那地方的云真的像同学说的那么洁白柔软吗？翻过来，翻过去，唉，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怎么还不天亮呢？我真的想马上去到这个地方去一探究竟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诗歌里面有一些生字啊，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把它读准确。比如说第一个是未睡，你看眼睛它左边有一个眼目旁，眼睛啊睁不开了，都眼皮都要垂下去了，所以要睡觉了，所以左边是一个眼目旁，右边是个垂，垂下的垂就代表要睡觉的意思。是未睡，睡觉，睡着。 那里一般指比较远的地方，那里怎么样呢？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离自己比较远的地方我们用那。和矮，海，海水和水有关的都是三点水，右边是一个美，每天的美字，读海，海水，海洋。之
真假真的，注意这个"真"字里面是有三横的，知恩真真的。乐袄老，诗连起来组个词，老师。老师，每天早上我们到了教室以后，看到老师就老师您好。老师为我们讲述了明天要远足的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小朋友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在脑海里想象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来读一次，老师，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的知识，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吗？一般是放在疑问句的末尾，作为一个疑问词出现啊，放到问句里面。吗？是个语气助词啊，是一个口字旁，右边加一个马，读吗？轻声吗？好吗？对吗？是吗？特翁同。同学，特翁同桌，是什么？那是什么样的呢？是神，单人旁加一个实，读神，是神。刚才，才到。刺矮才，了一盎亮明亮亮晶晶，了一盎亮明亮。好，每个生字我们来读两次。睡睡，那海海，真。老师师老师妈妈童神才亮，很好，把这些生字我们再送回到课文里面来。再来和老师一起读一次，做到把字音读准，句子读通顺，再理解一下小姑娘这种激动、非常兴奋的，想着第二天要出去远足的这种心情来。明天要远足，翻过来，爱这个字呢，也是一个语气助词，后面这个长长的横线，我们叫它破折号。来说一次，破折号，破折号在这一共出现几次呀？有一次、两次、三次。他在唉声叹气，怎么还不天亮呢？我想马上就到明天，想要赶快去远足。破折号在这儿是代表声音的延长。没有这个破折号读的时候是爱，有了破折号的时候读的时候就加强了语气，读唉声叹气的感觉，怎么还不天亮呢？来，一边读啊，一边体会一下作者的心情。翻过来，睡不着。那地方的海，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翻过去，睡不着。那地方的云，真的像同学说的那么洁白柔软吗？翻过来，翻过去，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听起来是这个女孩是在唉声叹气的。事实上啊，她是内心非常的激动，特别盼望着明天赶快到来，好和她的同学、老师们一起去看看这个有海、有白云的这样一个地方。
你们想不想去呢？看到这样的画面，你是不是也和小作者一样的特别激动，想要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的老师同学和你一起到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去游览、去远足呢？如果你也和这位小作者有同样的心情，那么就请你带上这样的心情，自己再来读一次。明天要远足，翻过来，唉，睡不着。那地方的海，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翻过去，唉，睡不着。那地方的云，真的像同学说的那么洁白柔软吗？翻过来，翻过去，唉，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课文一共是分为了3个小节，每一个小节都有一定的规律。你看，前面的一句和后面的一句开头都是同样的格式，这样子读起来既有节奏也朗朗上口。更加符合这个儿童朗读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读的时候呀，我们就要带上自己的感情来读。在这篇课文当中还有一些生字也等着我们同学一起来把它写好。比如说第一个字，我们读“才”，此矮才是由3个笔画写成，第一笔是横写在田字格上半格。第二笔是竖钩，是与竖中线平行的竖钩，在横和竖钩的交叉的位置，起笔写一个撇，落在左下格，读“才”，写“才”字，横、竖钩、撇、才、刚才，才子，或者说是才华，第二个字呢，日月明的明，日和月组合起来就是明亮的明。先写好左边的这个日字旁，它是在田字格左半格的，写的时候注意窄窄的。竖横折横横，中间的这个短横是靠左边的这个竖来写的，写一个窄窄的日字旁。右边是一个名字，注意哦，名字的这个竖撇，撇要落在这个日字的下面。两个字要拼凑在一起，它才是名。如果两边分得太远了，就变成日和月了。所以写这样的汉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穿插。这个竖撇要写在日字的这个下方，写的下方，两个字再拼凑的比较紧凑一点，写。竖撇与竖中线平行，再写横折钩，写的窄窄的、瘦瘦的。然后中间的两个短横是靠左边的这个竖撇来写的。来看清楚，写名字，竖横折横横撇横折钩横横，看到了吗？竖撇要写到日字的下面，读明明亮明月。日月明，很好。那下面这个两个字呢？是同学两个字。同字呢，它是个半包围结构的字啊，看清楚，先写好竖，再写横折钩，里面是一个短横，下面是一个口字。看清楚了，写同字，竖，横折钩，横竖横折横。读同同学同桌，好，这个同字是不是可以和我们前面学到的那个问字来比一比呢？又学到一个记字的方法，叫比一比。同字里面是一个半包围结构，竖横折钩里面是横和一个口。问字呢，还记得吗？是一个门字框里面一个口。两个生字你就可以来对比一下，一下子既复习了曾经学过的生字，又牢牢的记住了刚刚学到的这个同字。
这是比一比的记字方法，记住了。下面这个学字呢，是上下结构，上面这个部首我们叫它学字头，以它的这个字来命名的学字头。学字头的第一笔点和第二笔点都是从左往右点，第三笔是个撇，看清楚啊，点点撇，然后再写下面的点，这个笔画叫横勾，横勾，这个部首我们叫学字头，学字头，好，学字头下面就是一个子，横撇弯勾，再写一次。横撇弯钩，再写横，这个横比较长，这个长横和上面的这个学字头是几乎是同样的宽度的，看清楚，来一起写，学点点撇点横钩，横撇弯钩，横读学，同学。同学告诉我们啊，我们将要远足的这个地方里面啊，那个地方天空中有非常洁白柔软的云朵，让我内心特别的向往。好，那么你想一想，联系一下自己的生活实际，想到第二天明天就要去远足或者要去郊游了，内心是不是也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向往，赶快天亮呢？带上这样的心情，把这篇课文背诵下来，把这篇课文当中的生字把它写端正写漂亮，那你一定有很多的收获了。好的，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同学们再见。